常寿同志，哎，常秘书同志，哎，这个修渠引水啊，说白了，一是靠钱，二是靠粮，所以呢，您这一个是银行行长，一个呢是粮食局局长，啊，跟我们大家伙说说吧，咱们临县还有多少家底儿？常秘书同志，你先跟我们说说吧，咱们还有多少线控的储备粮啊？大概数有上千万斤吧。 多少？咋了？线控储备粮数只会比这个多，不会比这个少。哎呀，我天哪！咱临县啥时候成储粮大户了？这个不是，清明同志，你确定有这么多？县长，咱这还是保守估计，咱们线控储备粮总数，人家林书记心里有数的。老杜，你小行啊你！哎呀，你个轱辘什么呀？老杜啊，真没看出来。 这回大家心里边有数了吧？啊，有了这点粮食，咱们就敢用工，啊！常寿同志，哎，你就别沉默了，你也跟大伙说说吧，你这有多少家底儿？咱们财政部门啊，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多少多余的钱。是啊，这光有粮没有钱，它也不行啊。是啊，老孙说的对，你看啊，这买炸药、钢钱、石灰、水泥，这都得用钱买啊！林书记，咱们真的下定决心了。话问呢，不下决心把你们俩留下来干什么？有钱我就敢修这个渠，你赶紧报个数，我听听。我们各方面啊，在硬省，也省不到哪儿去啊，也就差不多300万吧。哎呀，怎么省？ 我们所有的部门都在省，吃饭能吃稀的绝不给干的，一天安排2顿，绝不吃3顿，所有的办公用品都要减半，甚至也要减到1/3。说白了，一个字儿，抠。就这么抠下来，也就这么点钱。我看差不多，先开工，咱们一边干。 一边在筹措资金呗，那这样，既然是自力更生，那咱们就把话呀跟全县的老百姓都说清楚，能自己做的东西绝不买，需要各个村各个社队自己准备的就都自筹。从咱们县委开始啊，咱们只拿一半的工资，剩下的一半全都交给工程。啊，同意同意同意，我的全捐的都行，反正我在工地上也不用花钱。行了，这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你们心里也有数了，哎，这童坤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说今天晚上就能回来。行，通知他，明天一早咱们就开县委会，决定引漳入林这个事儿，好不好？好，好，好。同志们，引漳入林工程是否动工，上级已经交给了咱们县委决定。所以这两天呢，我们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同时呢，咱们县委呢。 都已经下去了，都摸了情况，啊，大部分群众是支持咱们赶紧修渠的，所以呢，咱们今天县委呢要做出这个决定，啊。哎呦，大家都在啊，在开县委会呢。啊，是。您怎么来了？您坐。哎。 你们都坐吧，你找把椅子坐着去。是在讨论引漳入林工程吧？啊，是，于副书记，是这样的，这几天呢，我们县委成员呢，都下去了，。 把这个情况呢，也都跟群众说了，说这次引漳入林工程呢，上级没有任何支持，需要群众的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让修渠群众自带口粮、自带工具？是，我们都是这么跟群众说的，都很赞成，都希望呢这个工程早日开工。所以我觉得我们县委呢，应该尊重一下群众的意见。林杰同志，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引漳入林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那是需要真金白银往里砸钱的。是，我们知道，
我们县委就这事儿已经讨论过了。你不要以为群众家里有点余粮就自以为是，现在全国缺粮的情况非常严重，你想过没有？今年临县的夏收基本是空白，靠这点余粮能撑到什么时候？如果引瘴入林搞了一半搞不下去了怎么办？其实，其实我们想尽早的动工，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考虑。什么考虑？就是您说的呀，粮食问题啊。您想啊，这场大旱，谁都不知道要旱到什么时候，对吧？我们就想呢，趁着冬天赶紧修渠。如果把渠修好了，明年的春耕我不敢保证，但是秋耕。哎，一定咱能用上漳河的水。难道我不想解决临县人民的用水之苦吗？我这么苦口婆心的劝你们，为了什么？我是为了你。如果这个工程搞了一半搞不下去了，责任谁来担？你是临县的县委书记，林杰，不是我于峰高。我再劝你一句，引瘴入林暂时不要考虑。如果没有上级的支持，你们临县有多大的荷叶，能包下引瘴入林这个粽子？一副书记，我们临县缺水，没有荷叶，但是我们临县有为了水可以不要命的600,000群众，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临县人能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且我们临县的县委有能力也有决心改变临县的山河。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既然上级把引瘴入林工程的决策权交给了你们县委，那我就不再多说了。你们都好自为之。哎，于副书记，开工没有回头箭，引瘴入林工程一旦半途而废，那将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巨大犯罪。在你们决定上报地委之前，我希望你们再讨论。开车。我就奇怪了，县委征求群众引瘴入林的意见，咱们还没向上级汇报，于副书记怎么就知道了呢？你说于副书记这次来临县好像专门是来阻止咱们动工的。是啊，他好像都知道咱们县委的决定一样。是不是于副书记听到什么风声了？不说这个，好吧。反正无论咱们县委做出什么决定，也得向地委汇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表决。林书记，咱还是再想想吧。想什么？现在还想什么？这事儿还有什么可想的？我今天要做出决定，还想什么？老林，如果决定动工了，是不是跟山西方面协调？如果决定了，漳河水马上到汛期了，拦河坝需不需要开始了？需不需要建这个拦河坝？我现在需要讨论，你知道吗？我要做出决定。
这马上要过年了，你说咱们现在报上去，你说省里年前能不能和山西方面协调好啊？能，一定能，明天我就汇报。林书记，区间设计出来了，你们看一下。吴念祖，我问你，原来渠底设计多宽？渠底宽4米。不行，太窄了，我要宽8米，能不能行？8米，那就得达到每秒钟25立方米的过水流量，那样工程要增加一半了。不怕啊，多难都不怕，100步走出99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我记得咱们讨论过，这个渠我要让它能够跑船。现在啊，同意引漳入林工程马上动工的举手。这场大旱能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如果把渠修好了，明年的春耕我不敢保证，但是秋耕，哎，一定咱能用上漳河的水。我们临县缺水，没有河野，但是我们临县有为了水可以不要命的60万群众。既然我们县委已经决定开始动工了，我们就会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前怕狼后怕虎的，什么都干不成啊！我们向地委汇报一下我们县委会的情况。我们呢已经决定引漳入林工程马上动工，请地委上报，尽快与山西方面协调，要不然呢这个汛期一到啊，这漳河水位一上涨呢，我们就得等一年。你们为什么非得现在动工啊？就不能再等等？我跟您说实话吧，每天在县里边看着这个群众这缺水的状况，还有那个盼水的心情，我们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啊！我们要尽快的动工。你们别拿群众来搪塞，群众看的是眼前利益，你们是县里的领导，看的应该长远一点。于副书记，我们觉得这引漳入林工程呢，就是百年大计。就是为了临县长远而考虑。那么至于群众看的是眼前利益还是以后的利益，那我们党的宗旨呢，就是要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服务。二位领导，我们引漳入林马上就要动工了，我们实在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们虽然修过很多水利工程，可是这一次确实很难。我也知道你们也很难，但是你们多少给我们点支持，哪怕从你们缝里漏点，你们毕竟瘦子骆驼比……哎，林杰同志，石厚同志，这个地委无力支援你们，这个情况不是于副书记跟你们讲过了吗？是，说了，地委目前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啊。林杰，你们现在上马，地委就是想帮你们，都是有心无力。再等等，等条件好了，地委不会不管你们的。那好，我们县委会已经决定了，不靠地委的支持，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动群众的力量。行行行，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那我什么都不说了。那好，那感谢对我们的支持。希望马上上报省里，希望山西方面赶紧协助我们。林杰同志，你不要对地委有意见。不是不给你们支持，的确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河南的灾情很严重，就算是省委也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于副书记老是让咱们等，等等等，这等到什么时候啊？咱不能这么等下去啊！是啊，刚才那高书记不是说了吗？
方书记得等过完年以后才去跟山西省委去协调呢。是啊，高书记是这么说的，这过年也没几天了。我跟你说，省里边啊是一盘大棋，在咱们临县是重点，但是到省里边不见得是什么大事儿。老林，你的意思是？你看啊，过了年，方书记不见得马上去山西，万一有什么事拖住了呢？山西方面到时候再说研究研究。哎，要拖到汛期，那咱们休息的事可麻烦了。是啊。哎，好，够了吧？够了，够了。妈妈、姥姥，你们看，这是老爷写的福。写的好不好啊？好。到了哦，福到了，真什么都懂。哎，宁哲，过来，姥姥教你包饺子啊。宁哲，过来，姥爷教你写字儿。哎，你们干什么都离不开我。你这个小老方，老方，看我给你带谁来了，一个好青年，还有两个活宝。哎，首长好，首长过年好。哎，首长，跟您拜年了。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两个活宝今天跑到妇联来找我来了。这不过年了吗？门卫说啊，都没人了，两个人就愣往里冲。幸亏呀，我在楼上看见了，把他们俩好好收拾一顿。这不是现在老实了吗？后来要不是因为小吴来啊，我根本就不让他们来。你找我还有事儿啊？过年了，老规矩，为首长打扫卫生。哎，小大姐，那个条在哪儿呢？我给扫扫地。小大姐，那抹布在哪儿？我给擦桌子、擦玻璃啥，我都能干。行了，行了，行了，别装了。你们聊，你们聊，我就给你做饭。你们聊。谢谢小大姐，简单点，别太麻烦。坐吧。哎，老首长，这大过年打扰您呐，实在是不好意思。但是我真的是着急，我们来呢是想让您给山西方面发一个函。这样呢，就省了他们下边一层一层的审批了。林杰啊，嗯，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也非常愿意支持你，嗯，但是我这直接给山西发函，不妥当啊。他们平顺那边啊，已经报上去了，我一个外省的书记，干涉他们省内的事情，感觉好像质疑他们的工作效率。要不，年后我再发个函。不瞒您说，我就怕等到年后。您想啊，年后发函，完之后我们再拿到函，这样怎么也得三四月份再开工了。那如果三四月份开工的话，我想，那完工怎么也得十一二月了。这样呢，又一个旱季，我真的不想让临县人民再受苦了。方书记，要是等到了雨季，浊漳河水位就会暴涨，那这个工程就得再等上一年。可是临县人民实在是等不起了呀。早一天开工，早一天解决临县的问题。新乡那边能给你们多少支持？老首长，今年这灾情，这真是百年一遇。新乡那边也自顾不暇，我们真是太难了。引张入林只能靠我们自己，我们这不来找您了，您无论如何得帮帮我们。老首长，您得帮帮我们。好吧，既然是为了人民，那我就再破次力。哎，谢谢首长。哎，林杰啊，山西那边的领导你认识不？咱们省的领导我只认识您，就别说山西的领导了。这样，明天上午你们到省委办公室来取公函。谢谢首长。谢谢方书记。也不知道林书记啥时候才能回来，这渠啥时候才能开工啊？有林书记在，修渠迟早的事儿。这一想修渠的事儿，过年的心情都没了。Thank you.
妹儿啊，都揉成菜团子了。想啥呢？哥，你说，明天就过年了，念祖哥是回老家了，还是一个人在县里？你还是想去县里找他？啊，你就是觉得他要一个人的话，得多冷清啊。来，菜馅好了，来，没事没事，走了。喂，哎，媳妇儿。啊，老林。哎，媳妇儿，对不住啊，对不住，这大三十呢也没在家陪你啊，跟你问一声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对了，那个今天是除夕夜。你在那边啊，要好好照顾好自己，还有老孙啊、念祖，你可不能亏待他们啊。这你放心吧，啊，他们两个饿不着，我照顾的好着呢，啊。那什么，那个跟李明阳说一声，我们啊等批文呢，等批文一下来呢，你就马上回去，让他现在呀赶紧招工，准备啊，一过了十五咱们就开工了。今天大过年的，你是三句话离不开工作呀，真是服了你了。对不住，对不住啊！那个，不说工作，不说工作，那个你挺好的吧？啊，儿子也挺好吧？啊，好着呢。哎，那让他给接个电话呗，啊，让儿子接电话。啊，在呢，在呢，阿哲，快过来。爸爸在电话里头跟你说话啊。爸爸，在家听话啊，听你妈的话啊。爸爸，你老爱问这些。来，我跟爸爸说。喂，儿子可听话了。哎，那谁，那个老孙的媳妇在没在？让老孙说两句。哦，在呢，秀过来。那个，你让老孙接电话。喂。来，我老孙啊。媳妇儿，过年好。哎呀，过年好，好着呢，好着呢，我们都好着呢。你那边怎么样啊？啥时候回来呀？啊，快了，快了，快回去了。那过年你们包饺子了吗？要不然我们在这儿等批文，你回家看看你妈去。不用了，谢谢。今天大年初一啊，我代表临县县委，先在这儿给大家拜个年，把大家叫来呢，主要是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第一件事情，我们的林杰书记此刻就在太原，咱们的休徐大计随时可能开始。第二件事，就是让各位公社书记下去通知一下大家，一旦开工，马上叫人上工。好啊，我们盼这天可盼太久了。水莲，俺给大家包了点饺子，给送过来。哎呦，水莲，这谁要是能娶了你啊，那真是有福气。哎，乔大姐，念祖哥呢？他跟林书记去山西了。哦，这样啊。嗯。那咱走吧。哎。喂。梅阳，我给你报个喜啊！我跟你说，山西省委答应了，文件批下来了啊。这么说，这事成了。哎，文件不光批下来了，而且呢还答应咱们了，把侯壁段让给咱们了。太好了，赶紧的，抓紧招工，落实一切，咱们十五以后就开工。好，我这就去通知大家。就这么着，先挂了。小周，小周来了。林书记刚刚通知我，山西已经同意我们的饮水申请了。你现在给我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通知，过年之后马上做好开工的准备。好，保证完成任务。去吧。哎呀，这真是太高兴来了，咱们找个地儿吃顿好的吧。吃什么好的呀，赶紧赶回去吧，
不想你媳妇儿啊？赶回去吧，走走回去，回去，走走走，回去吃。来来，走走走走。爹，爹，爹，有好消息了！哎呀，你多大的人了，一点都不稳重。哎，干啥干啥？啥事儿啊？有好消息啊！啥好消息啊？咱修渠那事儿，山西领导们已经答应了，过不了多久，咱就能修渠了。真的？啊！你这话听谁说的？县长亲口说的，那能有假？那具体啥时候啊？这个，俺也不知道，但是估计也快了。哎，那你快去叫你兄弟，咱准备准备。啊，咱准备啥？哎呀，那修渠不得用钢钎呐？咱准备一批钢钎，开工就能用。是，啊好，俺现在去叫水旺去。水旺，水旺，爹，爹，爹，我刚听说修渠马上就要开工了。这开工的事儿啊，年前就听说了，一直就没个准信儿。你这说的也不是啥新鲜事儿了，爹。这次可是山西省委书记亲自顶的头，人家正在办手续呢。你听谁说的？你可不敢哄爹啊！爹，我哪敢哄您呢？这外边都传遍了，石老头那都开始打钢钎了。爹，你干啥去？咱家也得准备准备。哎，对。林县人民欢迎你们凯旋而归。老李，你搞这一出上呢，我措手不及的啊！啊，谢谢大家伙啊，大家伙辛苦了。啊，不辛苦。啊，林书记，咱们啥时候可以开始修渠啊？很快了啊，很快。我跟大家伙汇报一下啊，山西省政府非常的支持咱们，我们呢马上就召开县委会了，一有消息就马上通知大家，好不好？好。那我们马上开会，好吧？大家伙可以回去了啊，可以休息，好吧？啊，大家伙辛苦了啊，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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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快进来，把门关上啊。同志们啊，引漳入林工程所有的批复都拿到了啊，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咱们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咱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现在允许鼓掌。老林、老孙，你们辛苦了，咱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哎，你们这不知道，我跟老林啊，刚到太原的时候，那喝口水啊，都抠抠搜搜的，一小口一小口喝。后来一想，不对呀，人家这儿不缺水啊，我俩就放开了，咕噔咕噔的喝。哎呀，那痛快呀！这有水的感觉真好，真得劲呢。我跟你们说，行了，说说吧，咱们工作怎么部署啊？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老林啊，在你们回来之前，我们正在计算这漳河的水啥时候能引到咱临县。老李说了，得两年，那黄花菜都得凉了。两年？怎么算的账？哎，这笔账我算算啊，这个总渠长是70公里。对吧？8米宽，4.3米高。对啊，我呢准备一下就上他7万人，一个人负责1米。现在算算，多长时间能把这渠给我修好了？哎，这好算，我已经算过来了。你看啊，一下上7万人啊，每人只需负责1米。哎，就按这1米，他修10天，往宽了算，20天。哎，这不是不到1个月，这渠就修成了？不是，人多力量大，干大事儿。劈山打隧洞，那费时间。时间再宽一点，3个月。
3个月肯定完工。行行行，就3个月。哎呀，什么3个月？老罗，有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你也得计算进去。啥意想不到的？你这多想了。咱们水利工程修这么多，那啥没见过？哎，我打保票啊，只要咱们正月里开工，5一通水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最多5一啊，最多最多。那怎么了，念祖？你有什么想说的？我觉得5一接通水不太现实。哎呀，小吴，你得有信心的。哎，我们知道不太现实，这不是大家高兴高兴吗？哎，5一不行，10一，大不了明年的这个时候总能通了吧？给你1年时间。1年，老林，1年你都有点乐观了。啊，对啊，他这……哎，老头，这气氛这么好，你先别说话。我建议啊。我建议咱们现在马上对引漳入林的渠线进行最后一次的核定技术数据，保证不出现任何的失误。然后呢，沿着路线出一个施工路线图。什么意思？还要测量啊？都测量2次了，还测量？再让我最后再去测一次，这样更放心。行行啊，你组织人测量你的啊。那咱们县委呢也别闲着，马上呢召开一个引漳入林的动员大会啊，让公社呀各大队啊全都参加。通知咱们这个县的宣传部门，做一张啊引漳入林的示意图，告诉大家这引漳入林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林书记，你这个主意好。对，把引漳的渠线画出来，让老百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到咱们的渠是怎么样的。行了，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一过正月15，咱们就开工。啊，好。老于啊，你看你还专门跑过来一趟给我拜年。嗨，我这都觉得拜年拜得晚了，心意到了就行呗。来来来，啊，谢谢嫂子。高书记，嗯，我这次来除了拜年，还有件事跟您商量。什么事儿？我听说山西的尚书记已经答应修渠的事了。你这消息还是蛮灵通的嘛。林杰这猴小子。他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这回跑到山西去，他吃了不少苦头啊。不过算他小子走运，山西这省委书记，跟咱们以前就是老相识了。那修渠的日子定下来了？定了，就在正月15。这么快啊？哎，老于啊，都到这步了，这回你可不能反对了啊。咱们和山西都不反对，我反对什么呀？嗯。我是这么想的，林杰这个人呢，做事有冲劲儿，他能修渠引水给临县人民造福，这是个好事儿。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呢。担心什么？全县的人都修渠了，这恐怕会有问题呀。老于啊，你这个担心还真有些道理。这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拉着胯，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吧。那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全县的领导班子都听林杰一个人的话，我想呢，调整一下他们的班子，找一个识大局的人去中和一下。既然你都说的这么具体了，看来是有人选了。啊，前几天我找临县的童坤同志谈过话，童坤这个人呢，在修渠这个问题上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跟您建议，把童坤调上去。你说的这件事情，开会研究一下。妈，妈，这过年在这儿还适应吗？啊，挺适应的，挺好的。林杰啊，哎，这次去山西怎么样啊？特别顺利啊！这领导们啊都同意了，我们准备啊正月15就开工了。好啊，也算没有白忙活。那你那个工期有什么计划吗？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啊！我呀着急上马，啊，也不能太着急啊，工程嘛，一步步来。那你那个修渠的技术团队没有问题吧？水利局的技术团队，主要啊是靠吴念祖同志。哎，我还是不太放心。林姐啊，嗯，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现在的心态，是不是有点浮躁啊？啊，浮躁！吴念祖一个人，再有能耐，能撵几颗钉子？嗨，我不跟您说了吗？不是光靠吴念祖一个人，
整个水利局有一个技术团队管这事儿呢。哎，我不放心，毕竟要修这么大一条渠。我们呀有严格的规划方案，这太专业了，跟您说呢您也不太懂。总之呢您就放心吧，啊，这个渠我们必须修，而且一定把它修好。哎，我还是有点担心，这么大一个工程。睡着了，你以后睡着的呀，太棒了，你也赶紧睡觉吧，来，快。老王，别忙活了，我自己来就行。明阳啊，哎，我在临县工作的时候，你刚来是不是？是啊。这么大老远跑来找我，啥事儿？钢材。现在全国上下就数你这钢材的数量多，我只能来求你老王了。行啊，你说，要多少？50吨啊？没问题。500吨。啥？500吨，明阳啊，你咋这么能开口呢？你就说你能不能批吧。我这一次最多批50吨。老王，我跟你说实话啊，50吨那还不够给我们塞牙缝的。现在临县是什么情况你也知道，我们要从山西平顺引水给乡亲们。你爸妈还在临县吗？在啊，我这过年都在临县。那不就得了吗？我们是在给亲人们解决吃水困难，这个忙你可得帮我啊！我不是不帮忙，我只有一次批50吨的权利。那你们库存还够不够？够啊，500吨不算啥。你这样，一次只能批50吨，对吗？你给我批上10次，现在就签条盖章，我拉回去先用，等不够了我再找人过来拉。哎，你别说，这还真是个办法。我算是服了，明阳啊，真是拿你没辙。爹，儿子，好。哎，水生啊，哎，你把我那小锤也给我拿2把来。爹，开山劈石的哪用得着这么小的？嘿嘿，这你就不懂了。饥不饥带干粮，冷不冷带衣裳。等你真要用的时候啊，没有你就抓瞎了。行，俺带上。哎，哎呦，凤山兄弟，哎，老石头啊，你呢是有这石匠手艺，那修渠那是没问题。你看，俺呢能为这引章入林做点啥的？兄弟啊，俺都替你想好了啊。这开山劈石最费的就是这钢钎，嗯，你就跟着俺村的铁匠朱老铁他爷俩，给咱修工具。嘿，啊，好主意！哎，秀芳的妮儿啊，还不让俺来的啊，这次嘿，嗯，水生兄弟，你俩咋来了？干啥呢？咋逃人呢？俺有个好事找你。啥事？干啥去？咱上疙瘩要组织一个施工队，正挨家挨户问呢，你参加不？管饭不？你咋啥都不关心，只关心饭？咱临县要去平顺修渠引水了。那俺不去，那净下苦力的活，那还不如俺留在家里边下田呢。哎哥，那咱走吧。反正人家劳模后代呀，也不缺这一天一斤半。啥一斤半呀？
啥意思？休区民工每人每天补助2毛钱，每人每天口粮按1斤半定量。那这个俺干呀，是划得来呀，这事儿。说实话，你想干，俺还不稀罕带你去。你带啥？你带啥？俺啥都能干。你能干点啥？俺能打快板，俺能唱小曲儿。你们累的时候，俺能给你们打打气，加加油，这也叫文艺工作者嘛。俺要你这个有啥用？参加俺这个施工队就得下力气。对呀，得干活啊。下力气，下力气，你们能指望上俺吗？那你们总有累的时候吧？俺给你们唱个小曲儿，打打气，那这也是工作嘛。行吧，行吧，先把你算上了。上好了。